胆小鬼播出之后，便收获了许多悬疑剧爱好者的好评。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曾经的四位好朋友分道扬镳？这些疑问像是一根拴着钩子的鱼线，吊足了观众胃口。胆小鬼改编自正直原著长篇小说《生吞》，该书自2017年出版以来就备受推崇，销量常年盘踞热门推理图书 TOP3， 评分高达 7.8。将以四位少年十年的人生变迁为故事主轴，由两起跨时空却高度相似的命案为线索，通过抽丝剥茧的解谜过程来窥见人心，见证勇敢的力量。对书粉来说，喜欢的作品被搬上荧幕是种幸运，又是种担忧。幸运是因为那些冰冷的文字终于要火起来了，担忧则是因为书改剧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改动，这些改动是好是坏，是机械还原还是夸张魔改都难以预料。胆小鬼由原作者亲自操刀改编，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著的优点。原著的故事基调从一开始就是悲情压抑，甚至是黑暗绝望的，而这种沉郁的氛围感随着故事在荧幕上的展开很好地被传达给了观众。这种青春加悬疑的题材拍不好，就很容易变成老套狗血的青春疼痛剧，但是胆小鬼却很好地避开了这个雷区，反而是呈现出了引人入胜的氛围感和镜头感，甚至有种同为悬疑剧的隐秘的角落给人带来的相似的不寒而栗。而构成这样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在选角，二在拍摄。选角上，胆小鬼避开了所谓的流量明星和小鲜肉，选择了更有辨识度但知名度相对而言不算很高的实力演员，而且都非常贴合角色，观众们可能对他们不太熟悉，但是只要看了剧就会很轻易地被他们的演技感染，进而带入剧情。另外，不选择光靠脸吃饭的明星也使电视剧更有质感，明显不是想走流量这一条路线，脸生的演员也能更好地诠释出剧情需要的氛围感，更便于导演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是导演对于节奏和镜头语言的把握了，这也是构成悬疑剧氛围感必不可少的地方。其实原著剧情更偏向于对于情感的展现，悬疑上较轻，也更像是用悬疑来抒发真正内核的情感。而改编的电视剧很好地继承了原著想表达的压抑感，同时对节奏的把握又加重了悬疑的看点。比如开头的展开就很见导演和编剧的功力。90年代末，东北小城铺天盖地的茫茫雪景，铁道桥下方的一角，四个黑衣人不动声色地将司机拖下车，活活捂死在后备箱。火车从上方轰鸣而过，杀人犯冷漠回头，耷拉着眼，面无表情。镜头一转，这伙人老练的开车拦路抢劫完，干脆利落的转身走人。没有故作悬疑的配乐，没有刻意猎奇的氛围，只有这茫茫的大雪带着回响的枪声，以及雪地里流淌着的还温热的红色。这是128大案，也是整个故事的引子。以秦父惊天大案为切口，以东北冷冽场景为补充，毫不拖泥带水的进入了故事，又捎带手把原作那种压抑残酷肃杀的氛围做了铺垫，先声夺人，瞬间勾起了观众的追剧兴趣。除了这类较为黑暗的镜头，也有着暖色调的另一条友情线。剧中把压抑的部分给揉碎，分散在更加阳光温暖的四人友谊之中，从而让压抑窒息的气质淡化不少，也用主角团天真烂漫的友情反衬后续发展的残忍。虽然故事线平行进行，但画面转换过度自然，也有时间标识，很好区分，不会让人感觉凌乱。总的来说，在一众悬疑剧齐飞的暑期档，胆小鬼用大胆灵活的镜头和赶超隐秘的角落的氛围感脱颖而出，值得一追。